台杆位，直接选择了 K 球。如果做中袋呢，可以蹬起来做粉球的左侧第一颗。一些问题，他现在可能主机位设备又怎么地了？恢复的还挺快。测啊。特殊，这比赛的场馆都是在这个米尔顿凯恩斯。赛后边有苏格兰，有大奖赛。到12月20号，几乎每天都有比。那么好叫了，啊，优酷都有播啊，都有播。网上走太多了，K 的，所以这个不用太担心。黑球角度反角要留好，如果留出正角，就没那么好 K 了。那就要看中袋能不能打。红 K 红的想法，打粉球呢，推一库粉球左上方也能做，只是看做的细不细。的衔接机会，它是笔画这么个意思。3-2已经不在话下了。的一局，不过丁俊晖和一个125，一个98，那也没什么办法。右边底袋也能做，但是右手选手打左边底袋顺手一点。
去反。好球。一个是这个球的中台，要么是这个球啊，看位置。加一些力量。粉球篮球，看位置吧。这个红球没法做黑球，那还是增加难度了呀，因为底下。直接想低杆 K 没 K 着，哎，够了，两个死球也会影响到丁俊晖。哦，古尔德打进。如果说做底库呢，要调整两库啊，两库到三库。十啊，做到他。这个是下了一些反赛啊，古尔德是双方的第七局比赛，那么这一局，
是的，这是直播。拼。帮那颗红球过渡黑球，然后打黑的同时 K 一下黑球上方。这个黑球就可以解开一半，还是比较复杂的啊。路啊就相当关键了。打完黑球，可以先把黑球左边那颗打了。就需要更加精细的篮球的教位。再瞄，直接能打，那就简单好多啊。过去叫了。如果实在是不行呢，打粉球右上方红球的左侧中袋。这一局算不算 K 球？太晚了。这局刚开始的，这局本来就是一个这个局面，也不需要太去什么什么炸之类的。再进一套，确保赛点拿到。这个需要打带 K，打丢，不过没关系了，这分数上已经是这个远台成功率是相对高的。这个贴球的选择和效果都不错。裁判不是演沃哈斯，亨普利斯。是有点像吧，但不是一个人啊。
你别说，刚看那个又有点像，但是裁判员名单不是他呀。播客解说，15年到现在。加力量吧，反正看命了。只能打到黑球，我的微博是解说黑八，解说黑八。右边也还是一样的，不好控，但是这个能比稍微加点力量，这个球就能出来。头发都长到胡子上去了，沃哈斯。高杆，那就是推一库啊，推一库往上边走，上边走打中台。16。解说黑八八是那个数字八，你手机号码的那个数字。推一库，主要是这下方那个打掉，底带。现在还是要稳一点啊，不要掉以轻心。打赢第一轮给算什么名次，或就得到什么名次的奖金。打底带就上去了。啊，台杆尾下的低杆一库，加了一点左塞。黑球角度还是重要啊，不能留。打一轮就是直接等正赛了，但是德国赛特殊，他要打2轮资格赛。
德国最开始用钱吧就已经并轨了，就也并到这个英镑了，就是排名赛啊，都汇率很麻烦，毕竟是排名赛嘛，以英镑来排名的嘛。Junhui 红球打丢，问题不大，比赛已经结束，5-3，丁俊晖晋级。今天的这个2号球。